Angelababy， 西安参加活动，正确打开方式，没出新高度，没有修图的 baby 也是美美的，穿着低胸裙粉嫩出镜，笑容越来越甜美了，还透露自己喜欢羊肉泡馍，来呀，一起吃，低胸裙粉嫩出镜，笑容治愈暖心，丝毫不输一向甜美的赵丽颖。 Angelababy 出席某活动，现场热情与粉丝互动，并且用陕西话向大家问好，谈及陕西美食，来过两次西安的 baby 透露最爱羊肉泡馍， baby 全程大方甜笑，并在活动结束后贴心给粉丝签名，暖心指数爆表，长裙亮相华美粉嫩似芭比娃娃，现场人山人海， baby 也热情同现场粉丝互动，并且用陕西话向大家问好，谈及陕西美食，来过两次西安的 baby 透露最爱羊肉泡馍， baby 全程大方甜笑，并在活动结束后贴心给粉丝签名，暖心指数爆表。听说 Angelababy 要来，很多粉丝早早就来到活动现场等待，将舞台围得水泄不通，因为围观群众太热情， Angelababy 从进门到舞台也费了很大劲儿，一身桃红色露背拖尾礼服，将 baby 衬托的少女感十足，刚一开口 baby 就开始咳嗽，只好嘶哑着嗓子求助，想先喝点水，喝了水的他勉强可以发声了，他先向来到现场支持他的粉丝表示感谢，衣品不错的 baby 对于珠宝搭配也有自己的心得，当天他选择了闪耀的 V 型钻石项链搭配低胸礼服，焦点突出。 Angelababy 还透露自己最爱的西安美食是泡馍，而学起陕西话更是很溜，我爱你说的陕味十足。